姜母蟹，今天再来一只中不溜的姜母蟹吧，明天安排一只超大个的姜母蟹啊。取蟹鳃，然后这边蟹鳃，然后这个呢是蟹心，蟹心就是太寒不要吃，不给它弄掉啊，等会儿再什么蟹胃再吃。这边也有，你看这上面这个白色的，这个也是那个蟹心，要看好。哎呀，抠个蟹盖儿，刚刚那个蟹胃在螃蟹上就直接拿下去了，所以这个蟹盖上就没有蟹胃。